对时对价，真实获利跟绩效，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加入我的 l 大 A，面面俱到，真功夫，公开让你验证。哎呀，我也收看见闻得知。 八盘数今天是开低走高，表现是不是很强？行情有没有如同我的规划？大盘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盘的低点不会太多。上礼拜二我怎么带你低阶的还记得吗？一根长黑打下来，重挫啊，跌两百五十六点呢、啊。我说越接近前波低档一五一八六越正在买方，因为前波这个一五一八六是两大银行的利空嘛、啊，创造出来的绝佳买点啊。这次没有更大利空啊。 所以呢，它不会跌破一五一八六，所以我在上礼拜跟你预告，明天、隔天嘛，礼拜三开低哦，开低哦，记得要敢买。礼拜三有没有开低八十六点让你买？什么是讲在前面，让你印证在后面。所以礼拜三的开低，你买了吗？礼拜四又开低了六十七点，回测礼拜三的低点嘛，没有跌破吗我还是提醒你吗？你买了吗？ 盘会越来越强啊！上礼拜三、礼拜四感觉量能不太够，代表市场上的信心情还没有恢复。但是我已跟你讲过了，这个盘只要补个量，它就会冲出去了。这上礼拜四我对量价结构给你的分析跟预测嘛，所以礼拜五有没有补量大涨一百六十七点？今天台股呢，还得走高啊强强？强不强强不强 所以连续推升了三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脉络强度是如此的横渡关山，所以接下来低点不会太多的台股，记得要封低承接，不要再错失良机了。联发哥今天一样跟大盘一样开低走高，一样蛮强的啦。这张股票今天来到六七三的短波高点，还记得上礼拜啊？你怕不怕？ 跌掉一百多块钱，联发科啊，金老师如何看待他的后市？利空平常的联发科不杀低，如果你手中持有的，啊、哦，赚七个股本呢、欸？三月营收也开始好转呢、啊、成长了四十一趴啊！所以当利空早买点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投资价值，金老师通常不会缺席啊。巴菲特讲过，价值投资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低档与龙同行呢、啊？ 这是你影响财务大格局应该做出来一个判段嘛？所以联发科高档还是低档？赚七个股本的一个联发科，上了一百多块钱，它是不是价值型投资的档标的？嗯，自己看基本面呢、啊。我会害怕利空吗？我会害怕外资的言论吗？外资的一个手法我了落指掌，外资的看法对我的操作没有任何的干扰性了、啊。利空我只会找买点而已啊。所以礼拜二。 杀到六百五，往下逢低承接，是我对联发科给你一个建议。礼拜三杀到六百三十八块钱，看法不变啦、啊，逢低承接啊。上礼拜四拉高十三块钱，来到六六七啊。那今天联发科呢，开低走高啊，来到六七三的短波高，蛮强的、欸。法说会给你的是一个保守性的看法，但是股价偏偏不太保守嘛。 开底走高，中长红比上礼拜这根红 K 棒更强所以联发科它当然还有高点，手中持有联发科的不用急着卖呀、啊。这样利基，之前告诉你逐迹好转的倍数成长的一档机油性的转机股吗？零点零四到零点四二十倍啊，零点四二到一点一三倍左右嘛。回档五天来到低档支撑一二四，1, 2, 要会买。 三月份来到一二四还是买呀、啊？四月份来到一二五啊，反压刚突破的利基当然要买呀、啊！是不是？一二五一二四很好买利基呀！涨多的回档，对，从一二五冲高回档来到一百六嘛，稍作休息的一个利基呢，它有没有持续的创高来到一八八？第一波段五十趴啊，是不是？那利基。 从一八八跌到上礼拜我的一百六啊，差了二十八块钱呢、啊。我说我还有啊，我还有啊，高档我有适度的部分解码而已啊。低档要不要接？嗯，所以整个利基的一个加购啊，上礼拜达到一百六，我还有，我还有。如何创造比五成更大的绩效？你要跟得很紧呢、啊。所以上礼拜我的利基。 你纵使礼拜四这根黑 K 棒打到支撑，你不敢买，那礼拜五是对了进场的。今天的利基呢，漂亮漂亮，快速亮灯。大盘今天是开低油、哦，早盘排股不太强，但是强势波动的股票它不理大盘啊。不到九点半，所涨停一八七点五。 离前波高一八八只差零点五块钱而已啊，它一定会创高的。对我介绍的股票、欸、e p s 每季倍数，而且是好几倍成长一档 WiFi 的概念股票嘛，今年度迈向六 G 领域，明年度有机会迈向七 G 领域的一个契机。你认为涨了五成之后，两天就涨了十七八，你认为它的波动强不强？那为什么波动那么强？ 市场上认同度高啊，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的报章、杂志、媒体，甚至外资又要开始调高利基的目标价了。你一定看得到，外资总是在高点呢、啊，总是在冲高的过程啊，会一路的看好我的股票。低档，他会很好心的提醒你，对一二五以下的一个买点吗？ 利基为什么不在一百二十五以下？告诉你，他看好利基。为以米，五以米，米，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啊，他们是投机者啊，他不是长期投资的、啊。来到台湾股市这个浅跌性的一个市场，他们只管自己。只有庆老师在这个两点半的公开媒体告诉你利基的买点，不管是一二五以下，还是上礼拜一百六嘛。所以两天涨了十七八，它即将在创高。 所以像这种还有高点的股票，不要急着卖。如果你这礼拜继续锁定我节目的，你会知道我上礼拜对大盘的分析，给你一个操作，不是短线。直通 AI 的三月十七号低档转折买点四十块钱附近，第一个阶段三十趴五十一要会卖，就是因为高点有卖四九点一就可以接回。 接回之后呢，第二阶段来到五九点三卖，不是二十八趴，是二十趴，是不是？两阶段，现在有么有？五十趴，低档怎么买，高档怎么出的？那接下来第三趟的买点呢？有没有拿出慧能课讯来跟你对对价？五四点六啊，五天叫转折嘛，五四点六有没有接回？接回之后亮灯来到五九点四，隔天怕好不怕？ 开高走低，谁会分析这种股票？没有人会分析的啊！只有钱老师又再度的在东森财经台这么优质的一个节目，告诉你公开，它是一个洗盘，它是过高前的洗盘呐、啊，代表它会过高嘛？而且它开高走低，明白的告诉你还会再涨，它重挫了将近五趴，我告诉你还会再涨。 我告诉你会过高，讲完之后有没有过高？不仅过高还亮灯啊，来到六十五块八吗？所以呢，第三趟你自己预算五四点六到六十五块八，刚好二十趴。AI 的一个概念，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的概况，当然得到很多的认同度嘛。现在大家会谈论的是机器人聊天的功能嘛，那只是一个题材啊。 我看的是一个基本面，我看的是一个长线架构，所以五四点六到上个礼拜涨停板六点八，二十趴，三趟七十趴，今天有没有过六五点八的高点来到七点四？早盘一度拉高超过五趴，是不是？第三阶段将近三十趴，三趟有没有超过七成？嗯，随便卖随便赚啊！ 随便卖随便赚啊！只是说涨多的股票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再度的叮咛电视级的观众，谢谢你们的支持，长期锁定我节目。我也知道很多投票介绍你的亲戚朋友来看我的节目，所以对于一些新进的观众，我的股票，要么你第一个时间点来跟我进场，你会比较安全，你会比较可靠，你比较可以享受到像资通这种超过七成的报酬率啊。 不要长了一大段了，对吧？把人的假币换，你的画修，安尼干好，这样不好吧？干瞪眼、流口水，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哎。我希望同步来进场，你可以好好观赏我的节目，印证我很多单股票的带进带出的一个完整流程，你才来考虑加入我的行业。我可以等你 walk in。 啊，因为你应该知道，金老师其实不太缺会员我不会在电视上每天极力的吹捧，每天给你什么优惠来加入我行业。我的格调应该不会做到那种程度。只是说，如果你喜欢的是一个优质的分析师，带给你优质的一个操作，希望你鉴赏我很多档个股的完整操作过程之后，下一档下一趟还有跟吗？ 什么是对此对价？什么是带进带出？这个双重意义的等号关系所带给你的是目前的行情很强，越来越强啊！上礼拜我大涨一百六七点，今天还开低走高，如同我的规划嘛？它是不是越来越强？它是不是越来越强？既然是一个强势波动的股票，记住一句话：类股它会轮动轮涨，所以该卖的股票我一定会卖，卖掉资金就是买下一档啊！ 军工航太的一个助龙，上礼拜四收量形态刚突破，我买在一六八，对，买完之后亮灯一七三，礼拜五一八四，4, 当天没有卖，我们今天卖在一八零啊，九点十一分的助龙一八零附近卖，当日股价在一八零点五，你去对时对价，逢高先卖一趟，卖完之后呢，尾盘掉到一七六，最低是一七二点五啊，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嘛，所以整籠一助融一架构，今天逢高八档八档不是看坏助融嘛？你应该知道我的选股的一个逻辑方向，不是绩优股，我不会带会买嘛。技术层面的一个操作，一定是价值投资的基本面先摆在前面嘛。没有基本面股票，你在谈技术面，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基本面的股票，它纵使多么会涨。 干清合适，对，快跌加倍跌有用吗？万一那种具有投机股、地雷股色彩的无量的跌停，你卖不掉，那不是买好玩的吗？那有什么用呢？我们要的是一个可以买的很安心、赚的很开心的绩优股嘛。所以呢，祝龙把档啊，把档是为了买下一档，或等压回低阶回来嘛。 博智上礼拜三五天转折向上买点嘛，买在一四四，来到礼拜五已经一五九的连三红，今天第四天，我认为明天第五天会稍微休息嘛，所以我今天第四天先卖，卖在一百六，九点十二分，博智一百六附近卖，当日股价十二分一百六，你去对时对价，一百六卖，其实也没有跌啊，收盘。 一五六点五吗所以该拔档的，我总是喜欢在股票创波段新高，告诉会员站在买方，这样会员卖得比较轻松，大家可以卖在相对高点，何乐而不为？这一档营收成长两位数字的，上礼拜三二四六八，68, 这叫八天转折买点，它在低档，它不是在高档，低档与龙同行啊。 可以迈向财富的大格局啊，是不是？我带你去追这种高档的吗？需要吗？高档一定是我站在卖方的股票吗？所以八天转折买点破断低点呢、啊，隔天礼拜四红 K 棒，红 K 棒，今天这张股票已经跳上去了。你看融资水位创下新低啊，筹码还是很稳的这一档机油股，从这个位置买完之后。 往上垫高，你认为还有没有高点？在目前台股越来越强的一个架构，轮动轮涨的一个节奏还不需要我掌握的，加入青老师拉 A 小组是 t o k 一七八，我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又打 欢迎你回到价值型投资，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轮动轮涨的健康架构，涨上去的股票该减码，我当然要减码；那该低阶该进场的，当然要低阶啊。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格局啊。美食之药今天出现一个漂亮的买点，赚超过一个股本的生技股啊。我讲过，生技股我一定做有数字、有基本面的那些纯粹。 靠着所谓的一个二期、三期临床试验才会爆发的本梦比的升级股，我不会去碰，因为风险太高啊！万一临床实验不符合预期，数字不及格，跌停。所以呢，美食制药，制药类股嘛，一定有基本面啊，赚超过一个股本了、啊。这不是形态刚突破吗？这第二只脚啊，这第一只脚啊，所以整一个美食今天九点零七分赚超过一股本。 二六六附近买，零八分一分钟过了嘛？二六五，你去对对价，二六六一定买得到。买完之后，有没有收二七八？现赚十二块钱，跟大盘今天走势有一点如出一辙啊！大盘今天是杀下来，由黑翻红，美食呢开个小平板是收盘拉高啊！这行情你不觉得越来越强吗？一天。 就可以赚十二块钱，你认为是涨假的吗？这个盘的后市如果是越来越强势的一个波动，它给你压回进场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句话你应该听得懂。如果盘回档修正的时间空间不会太多的情况之下，你务必把握第一个时间来进场，低风险一个操作，低档进去呀、啊，不是高档去乱追呀、啊。 就像功率放大器的一个全新低档要跟我买，我是创新高的涨了二三八的全新嘛，哎一零三点五，我说不追不追不可以追，可以适度减码，一零三点五来到九四点三嘛，想要低阶的欢迎跟上来啊，你有,沒有看到它底啊，我邀请你低阶啊，这就是我的风格，low 啊。 想要低接的，欢迎跟上来了。那创新高呢？来到一零三呢？不要又追在短线的高点，一零三点五不追可以减码。那一零三呢？是不是一样不追可以减码？什么时候要做进场动作？上礼拜四啊，打到八六点三，没有追高的可以低接，是不是？啊，你追高的等解套。 对，买在一零三附近的，下来股价变便宜的，你有资金低接吗？这就一个问题嘛。啊，至少我给你分析啊，对于追高我股票的投妙，至少你上礼拜四看完节目，你会比较心宽。还好金老师看好全新的后市，不然我买在高点的我怎么办？立功信不行？是不是？ 所以，整一个全新在礼拜四啊，或是礼拜三呐、啊，你对大盘还是半知半觉，真的会涨吗？礼拜三开低了八十六点，真的可以买吗？尾盘拉高，礼拜四又开低六十七点，真的可以买吗？尾盘拉高，结果礼拜五大涨一百六七点，相信了对不对？相信了，今天大盘盘中压尾了几十点，你看老还是看坏？ 我们告诉你，这个盘越来越强，所以上礼拜三、礼拜四那是关键性的转折。全新也是一样啊，上礼拜三、礼拜四，如果你锁定我节目的，光是我分析大盘全新，你就不应该杀低啊。我在礼拜四特别告诉你，八十六点三的一个全新可以低接的，可以低接的，没有模棱两可，这叫做直球对决啊，是不是？ 提醒你，高档可以减码不追嘛？啊，下来呢，八六点三是不是可以低接？低接完之后，隔天拉出中长红，差一点亮灯，已经涨到九十六块半。今天全新来到整数关卡一百，来到一百这根黑黑棒是有短压的嘛？啊，短压，你今天买一百的收盘九六点三，当然留下一个上影线嘛。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嘛，低档买是,不是比较安全。这样三天十几趴啊！啊，如果你确认一单股票真的涨上去了，才去买这种短线的高点，你的利润绝对比我会员要少很多。搞不好，偏偏赶快去高票，你追高在高点短套情况之下被起出去，无太钱，多撩钱啊！所以我常常讲嘛。 比你赶快去购票！我希望同样你那么支持我，看我节目，我希望你跟我们会一样，都是赚钱的获利赢家，而不是乱追高的输家嘛。市场上为什么输家那么多？输家有一个盲从心态嘛，只要报章、杂志、电视媒体、名嘴多说这档股票好，你的信心就来了。反正大家都看好，大家都那边，我嘛爱。 一啊，我就是要参你脚啊！群众的盲目心理嘛，这样会对吗？这样对你的操作会产生正面加分的一个作用吗？你心知肚明啊！所以反市场的操作总是低档带你上车啊，高档提醒你不追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来到一百的短压的全新留下上影线，该何去何从啊？ 红杰克也是一样啊，从七十四块钱买的，加码的九四点六，创新高啊，不能让人先获利吗？当一档股票涨了三十几趴嘛，是不是？可不可以先获利？一根长黑打下来啊，他准备修正了嘛？所以整个红杰克呢，一样啊，杀到上礼拜是礼拜五的低档啊，我说还会再上。 你报有最低八十块，八十点五嘛？那整个宏碁科呢？今天有没有在上？来到八七点六啊！这一根黑 K 棒当然是短啊那么长的长黑，一天就会突破吗？一天会就会越过吗？不会吧！所以价值型投资概念的绩优股，绝对不是投机股嘛！投机股你买下去，有时候很容易坠机啊啊，买到地雷股呢？没有财报数字的呢？ 会让你粉身碎骨啊！我不容许我的选股过程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因为我对每个会员的资产都要尽到最好的保护的一个效果。把你们资金交给我，我如果不好好的照顾你们，不好好的保护你们，我对不起我自己呀、啊，也对不起我父母啊。所以，对于目前行情的脉络，你所看到是盘越来越强，你要懂得把那些不太会动的股票换到。 越来越强的股票，尤其一些没有财报数字的，不管是投机股、地雷股啊，该换就换，毕竟那是你过去的一个操作失误跟选股的一个方向带给你错误的结果嘛。过去是，那未来呢？未来呢？未来的股票，包括文茂嘛，上礼拜五收掉止跌会涨嘛，今天有没有继续大涨来到一六九点五？那整个国巨呢？ 我所要提供给你是，之前只要第一只脚买点，现在呢把握第二只脚的买点，未来价值投资概念机优股所带给你波段行情，不晓如何掌握的，加入龙家军的行列。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对此对价，把直播时间交给你，就打。好，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本公司所推荐分析机个股、嘉讯、券，权，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审慎评估、自负投资风险。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价值型投资，对值对价，欢迎持续验证，支持庆隆老师，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 Line，让您看到也能赚到。